复花咗8个钟揾资料、绘画同剪片，希望你哋会鍾意支持，最好睇晒成条片，多谢。我们频道只是相差很小很小就到400订阅，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帮帮手按一下，让小弟更有信心创作下去。我哋频道只是相差好少好少就有400订阅，希望仲未订阅嘅朋友仔帮帮手订阅，等小弟更有信心咁创作落去。我们频道的脸书社团已经开通，作为脸书首个和至今唯一公交车模拟器中文专区讨论区，加入后可以聊到宝，分享游戏心得，分享人生哲学，难题求助，优先观看和获得车贴，自由发表自创车贴等，还考虑吗？还是马上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吧。我哋频道嘅 Facebook 组群已经开通，作为 Facebook 首个同至今唯一公交车模拟器中文专区，加入后可以吹水吹到饱，分享游戏心得，分享人生哲学，问问题，优先睇同获得车贴，自由发表自创车贴等等，唔使考虑啦，都系即刻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啦。新竹客运和阿罗哈客运风格车贴已经上架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新竹客运同阿罗哈客运风格车贴已经上架，多谢大家支持。各位好，呢集除咗有新番首绘涂装情报之外，仲会补翻上集未提及新番新咗嘅客运站。首先系九铁巴士风格车贴，以白色、红色、深蓝为主，绘制灵感为两铁合并后一直都冇更换涂装，依然使用九铁时代车身色彩嘅新巴士 E500。另外，受制于公交车模拟器系冇亚历山大丹尼士巴士，提示大家千祈唔好同真车比较，加啲想象空间过瘾下就好。虽然画画难度唔大，但都仍然花咗2-3个钟揾资料同画画，希望你哋会喜欢啦。如果获得30个赞好就会上架。好，而家就系考察土耳其版图嘅 Hatay 客运站嘅时间，中文译音哈塔伊省，佢系最近俾官方翻新过嘅客运站。咁如大家所见，睇到入口有两条行车道，我嘅直觉话俾我知系要行右边嗰条线。右面系大型巴士停车场，不过系禁止进入区域，大家唔好问我点解唔使入去。经过拱门，落车后就会到上客区。一共设有20个泊位，玩家泊位为9号。大家准备迎接一件不可思议嘅事。咩嘢料啊？你系咪 short 咗啊？正一霸王硬上弓，电脑想点样赔偿俾我嘅精神损失？好啦好啦，电脑，我让你先行一步。我怀疑上世系咪欠咗你，但上一世有电脑呢样嘢嘅咩？因为左边冇去路，只可以原路翻出去。通系首个全段路需要原路折返嘅客运站。经过拱门。
轻轻掂到块树叶都叫事故，唔通架车系由豆腐整出嚟嘅？最后我哋翻到咗最初嘅刮底路段，好彩系去对面行车线咋，如果唔系我真系唔知点转上去，黐线噶！多谢你哋收睇，唔好忘记订阅、赞好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我哋频道已经开咗 Facebook 私人群组，而家等紧你入嚟讨论，抢先一步睇到最新自配车贴涂装嘅消息。谢谢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、赞好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我们频道已经开通脸书私人社团，正在等待你加入讨论，想先查看最新自配车贴涂装消息。